穿看起来有点像 A V 女，你也是啊，我不相信。你在干嘛？我在换衣服。
走开。哇，三日后现在回来换上浴袍，要准备来泡温泉。我们之前有一起去北投泡过温泉，乌兰也有，然后这是第三次。这里的温泉我觉得很美，因为它外面还可以看到很漂亮，但因为现在是晚上，对，我们把它拉起来，早上还可以再泡一次。它有个很浓的温泉味，然后这边有那个精油的味道。那我们先换那个浴巾，然后泡汤，走了，泡温泉了。哎，为什么我觉得你这样穿看起来有点像 AV 女优？你也是啊，你怎么还不换？没有穿，你，我不相信。是泳衣吗？泳衣，泳衣，平口泳衣。对，走喽，太舒服了啦！真的，我不想起来了。有温泉的味道，硫磺的味道。嗯，如果我家里就有一个这样的温泉，该有多幸福啊！可以啊，我买给你。你要买这里给我吗？对啊，一个晚上20000块。哎，一个晚上可以在台北租。哎，我们这个是我们住过最贵的，嗯，出国也没住过那么贵的。对，史上最奢侈。而且等一下还有宵夜，我们才刚吃完晚餐，然后吃完饭就跟我们说等一下还有宵夜，所以我们等一下10点还会有宵夜可以吃。太幸福了啦！你有什么心得？我心得就是因为你比较忙，然后你刚好最近又放假，然后就带我出来泡温泉。耶！因为这是零沙订的，但这一间其实我们之前都有经过，对，然后也知道，但就一直都没有，但不知道这么贵，对，吓到了。但是可能一年就来这一次啊。嗯、这个浴巾真的超性感哎、欸，是什么？它是浴袍哦，天哪！哇，它这个浴巾。泡到太热，然后我们出来、哦、真的超级热，散热。我很喜欢就是来乌兰，因为就觉得天气这个天气的感觉，而且我觉得这间饭店其实蛮棒的，撇除那个价格的话，真的很漂亮，超美的。它价格真的太贵、但很值得，很值得来。哎，他今天帮我准备一件很可怕的睡衣耶，没有，因为他没有带睡衣，我随便拿的。你这样很像没穿衣服。什么？你没有穿衣服？你怎么可以这样？你干嘛？你赶快去穿衣服啦！好啊，各位。等下继续吃宵夜咯。没有没有啊，给你吃宵夜。我要吃宵夜。我要你。然后放哪里？好的。你吃牛肉面好吃吗？好吃耶、很浓郁。我这算是香菇鸡吗？对，香菇。配我们爱的美酒跟烧酒。小卓，小卓，哎，我的睡衣，我看，好看吗？哎，蛮不错的。啊，我们的公主房，里面有公主。大家晚安。我们刚才喝超多酒，因为我们难得有这个休假日，然后可以小喝一下。就他一直帮我酒，现在肚子变成孕妇，超级棒！我们要睡觉了，晚安。